艾克斯老大不好了，你不要在这里休息了，发生天大的事了！小赛罗带着小奥特曼快打进来了，你快看监控！小伙伴们冲冲冲！今天一定要把我把赛罗爸爸救出来，消灭这可恶的黑暗势力！黑暗艾克斯，没想到我儿子会打进来吧？我奉劝你们赶紧把我放了。 不然等小赛罗打进来，有你们的好看。你给我闭嘴，赛罗！欧布奥特曼这些小奥特曼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力量？真是坏了本大王的好事！我知道的一定是地球上的小屁孩在给小奥特曼加油鼓劲。欧布奥特曼，现在你赶紧把这些小奥特曼的丑照发出去，小屁孩们看到他们的丑陋就会放弃帮助小奥特曼。快，遵命，艾克斯老大，我现在就发出去。 赛胖子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和猪一样，还不快点跑！你看看人家迪迦背着卡蜜拉都比你跑得快，你要是再不瘦下来，奥特救援队就不要你了。赛罗，赛罗，不好了，贝利亚进化出了新的形态，还把救援队抓了。你快看看吧。赛胖子，看看你们的奥特救援队现在就被我踩在脚下，我贝利亚的新形态铁甲无敌，我现在就要挑战你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把他们救出去。<笑>赛罗，赛罗，泽塔和布莱泽现在很危险，你能不能跑快一点呀？我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是打不过贝利亚，我现在就把我和迪迦的新形态发出来，如果大家觉得帅的话，我就可以提升战斗力去打败贝利亚了。